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要跟着美浓的宗破塞到部落版的这场席开百桌的部落订婚宴，是一个花莲布农族的年轻人远到高雄茂林的卢凯族部落下聘。整个下聘的过程气氛相当紧张，还好热闹丰盛的喜宴圆满化解了文化和习俗的差异。好的，好。清晨四点钟，安静的美浓巷弄已是人声鼎沸，板的大军摸黑整队。今天上了两部大卡车去的，那今天还有三部车，所以一百桌的量其实是很多的。所以大家要早一点。塞秋霜明发号施令，锅碗瓢盆、瓦斯炉具各就各位。这个先处理啊，那个等一下啊，这个就在这边的，拿到厨房切菜那个地方，这个也是这边的。鸡鸭鱼肉也有先后顺序。这个柳松菇要先洗的，这个拿到厨房切菜的地方，鱼头放这边，虾也放这边啊，鳗鱼呢？鳗鱼的那个要先洗。很肥啊，这一条的一斤，鸡是炖汤的，要先走，我要烤的，要先处理，所以做这些东西啊，都有顺序。这一场订婚宴席开一百桌，主人是茂林部落卢凯族的贵族，菜色绝对要有面子。海皇羹、寻龙鱼，就现烤的蒲烧鳗、原吉虾、樱花虾、三色米糕、海鲜锅，还有那个空吧珍菇鸡，还有一个香酥鸭。宗破塞最引以为傲的现烤鳗鱼，从烤台的组装到酱汁的熬煮，都很耗时费工。现在烤的哦，是鸡胸骨。还有那个猪的大骨，还有鳗鱼骨，三个融合在一起去做鳗鱼的酱汁。这都要现场做？要现场做。你所看到的都是我没有代工哦。都是我自己做，半夜出来，傍晚才到家，很累嘞。哎呀，这里最好的场所，哎，还可以这样切，水都可以，哎，水都很充足。今日的场地，邱双明说已经是五星级了。专跑部落版的各种崎岖的地形和困难的场地，他都身经百战。没有水，场地又小，而且厨房的地方又没有薄雨，没有像这么设备这么好，冷，办外汇就很像阿兵哥演习一样，
你现场可以处理的要处理，不能处理的就看看要怎么办。但是有时候东西不够的话，你要想办法。原本在美浓种烟草，十年前眼看烟叶即将走入历史，邱双铭开始接一些外汇，计划慢慢退场。又因缘际会认识了部落的头目，这个60岁才转行的客家烟农，从此成为部落的专属纵剖塞。以前在种烟草的时候就有兴趣种植的，哎，很喜欢煮菜。烟农也是末代的嘛，一个机缘呐，认识了他之后，就两个人很投入嘛，就他就慢慢帮我引荐各地的那个部落的那个大佬，所以我在这边几乎家里一样。原住民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客家人煮的食材为什么会跟原住民很像？因为他们不吃甜的。海边啊，还是闽南人呐、啊，来这边做的话，他们就很偏甜，抓不住他们的味道。除了喜宴会场，部落里还有另一个紧张忙碌的场子。我们来接一下哈，有事要交代一下。来，你们就主动哈，这边有杆子哈。每一个杆子啊，你们就交到这边哈。那两人一组哈，带过去哈，没问题哦。好，就两人一组。锅子代表成家立业，盯着炉灶。比较壮的呢，你们就带重的哈，啊，比较瘦小的你们就带轻的。今天交给宾馆象征是多子多孙，就是祝福他们这个小家庭啊，才能够这样子多子多孙。重哦，你太重了。来来 ，OK， 好，我们回家，拿竹竿，我别掉，不会掉嘛。再拿冰糖，不要抬到一半掉下来。OK， 好，女生。冰冷，美女的部分，哦，这个很轻的。我们就是这样一路到那边，好，我们大概9点准时我们出发。好了，好，引爆！哎，卡老八哥。小伙子远从花莲卓溪翻山越岭来到高雄茂林卢凯族的贵族宗家下聘，除了丰厚的聘礼，还要声势浩大的亲友团壮胆。聘礼扛进女方家庭院，该怎么摆放就很多礼俗。没有，这个中间空出来了。不是，这个要放衣服去。好，头哈。在这里。我来给你，要。这个空出来。香蕉放后面。我们前面是我们的呢，你身上的衣服、你的配件、男主角的衣服、头饰全部在前面，包括刀。然后就是我们的动物礼啊，你的食品放在那边，最后就是饮料，以后就是植物礼啊。接下来聘礼的点收才是最艰难的一关。要该带些什么东西，大致上呢都有，不过一定会有少。因为我在这边看的时候，我已经看的已经是满满的了，已经够足了。但是在这边哦，我还要点。
这个桃符，还有颈链，还有那个羽毛都插在这边，香蕉、芋头、甘蔗、槟榔叶子、水果、汽水，还有你们带的这个我们原住民的美食，通通都有。第一轮的点收看似顺利，接着女方的大伯父、二叔公、三姨妈开始轮流发表意见。他呢缺少一个手环。没有不行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们可以用那个红包代替那个。给他有都。代替手环的那个。你们有吧？你们不是没当主吗？啊，所以我跟你们讲过，一定会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我们一件一件来点，在我们整个卢凯族群哈，他就是非常小细节都会给你注意，啊，你一个东西呢少那不行哈。你不要有，怎么没有猪肉？等一下带上去，没有猪肉。猪肉的部分呢？有。因为卢凯族和部落族的猪肉的价值不太一样，如果说真的是不懂，当然我们会知道，所以在一些些用这份心意呢，用这样的哈来表达，这样的一个表示啊，来补充我们这样的一个礼品啊，谢谢。因为大哥他有话要说哈，等一下。大家辛苦了，所带的都很满足，可是你们没有带水果呢，我以为一直都在哪里？哪里？那边从花莲来的，打开就看得到了。对，一定要说。就看准新郎面色紧张，满头大汗，红包不停加码。两个小时过后，总算圆满过关，皆大欢喜。他们比较重。你老婆那么轻。上次一样轻。加油加油！我刚看你很紧张哎。因为那个传统下聘就比较要严肃一点。你看你一直流汗啊，来。那你第一次结婚就会流汗。第一次结婚。对啊。应该很顺利哈。对啊，很顺利。轿子上坐着准新娘和准丈母娘，两个重要的女人在众多亲友的簇拥下扛进会场。主角入场，宾客就座，100桌1000张嘴期待好料。邱双明的板的团队火力全开。再全部出，要烤，差不多大概有10桌就上，要保持它的温度有热。如果说你全部烤好再上的话，前面烤的都是凉了，不好吃。招牌菜烤鳗鱼绝不能砸了招牌。邱双明派出女儿佳佳坐镇，原本做的是制片，佳佳对小细节很要求，就算在战乱中摆盘也不能马虎。不会啦，就是汗流浃背而已啦，不会说话。其实爸爸真的是疯了。
我觉得有时候是，可是其实蛮有挑战性的啊，就是可以把鳗鱼烤得好吃，真的不简单。板的必备的笋干控肉，就由中破塞太太亲自盯场。所以没有这道会生气，定会生气，反正就是要这道菜了。没有就代表没有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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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看到这道菜，他们就很高兴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好吃啊！啊，我看他们的意思，哎，满意啊。他们那个我的客人呢、啊？他们说满意啊，不错了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真的很会食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妥善的功课。主人客人尽兴满意，任务圆满达成。喜宴散场，收拾完毕，天又黑了。末代烟农成功转行第一代中破塞，全靠拼劲，没有侥幸。